我，嗯，哎呀，偷袭！这还叫偷袭哦？我看我刚刚看我爸爸的了。王志又来了啊？来了。牛热了，下肉提前，前两天就炒好，切好的肉，臊子五花肉。今天是我们过年炒肉臊子的时候，各位朋友们。啊，这有点血肉了。倒入酱油。赶集买来的这个炒肉臊子的大料，这会儿是凉的了，五香粉，这个全部是写对的，什么桂皮、八角、香叶，乱七八糟的一些香料，反正是加到里面继续炒制。姐，还有馍的吗？还有肉夹馍的。肉夹馍，哎，这多好呀！热气腾腾的热锅盔馍。出炉的热锅盔，放上葱花，倒点蒜汁，放点辣椒。我这边吃不了。肥肥啊，给你弄点肥肉就变成肥肥了。味道咋样？吃起来，鸡蛋汤，别的搁席子上吗？嗯，对。那个，我把这裹上两个啊。嗯，那吃。我吃不下去。为啥吃不完呀？你说得饭去吗？